揭晓喽。下面公布即将离开嘉宾的真实身份。赵瑞章 X 恋人 X 恋人X 恋人最失败的 X， 苍蝇哥对了50%了。黎诗博，恋人。全错，我们全错，我们俩反了，哇，全军覆没，没有会章，你俩都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，反了。但是六六确实不太像 X 啊，对，六六是我没有想到，对对，我真没有想到，我再也不相信自己了。恋人，恋人。委屈的孩子，我其实过不是因为我可能难过，是因为我们九个人有六个人投我。可能还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吧。但我会觉得很难开心，那很开心。谢谢你们每位，真的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太难过了。没事，这节目让他成长了。我觉得投我也挺好的吧。反正我这也无牵挂这种。跟大家相遇这份友情吧，还挺珍贵的，很难得，很难得的缘分。希望你们大家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开心。
打蟑螂了。蜘蛛那是宝贝。东西那么多、啊。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你是 X 恋人。我也根本没有想到。我其实能够感觉到你第一天根本不是很喜欢我啊，嗯，因为你不让我坐你旁边，那是错觉好吗？我一开始最喜欢的是你，因为我的美版就是那种很直爽的北方大妞，她每天晚上特别可爱，就在厕所里边就这样子，哎呀，又没有男人选我，每天都一样。